华姐说你情绪特别不好，她怪我，跟我没关系吧？第一，我情绪没有不好；第二，就算是有，跟你也没关系。一个老爷们儿，就因为人女孩子说了几句话，情绪就不好了。你还会说这种话呢？一直都以为你挺文绉绉，挺秀气的。那你是不了解我，我是听着糙话长大的。还是觉得你像平时那样说话比较自然，你这样说话像是换了一个人。行，我要是换了一个人，你会对我换一种？何老师，你说过，朋友之间不要有什么暗示，你这种态度会让人不舒服。妈，您来这不言语一声啊？哎，别吃橘子上火呢，我给你倒杯水啊。啊，哎呦，真是！你干什么去了？小胡说你假也没请，上趟厕所一天都没有回去。我跟你说了那么多，全都白说了吗？我知道您得生气。妈，我告诉你，那活儿就不是人干。怎么不是人干的？任小胡还有那些老科员都不是人啊！你反动，这工作是平凡了点儿，可到底是国家机关，是铁饭碗，你干好了照样能提级。还提级呢？但我那老杜知道吧？哎，那不男不女的也看不出岁数。我把证件拿出来看，42岁。那比我爸显老10岁，那头发秃没了，皮肤那一点人色都没有，戴个半袖套，跟那老妇女似的，说话也说不利索，多惨啊！你说我在那种地方待上几年，不得成个痴呆半傻子什么的？您给我养老。怎么就你事儿多呀？你是什么大人物啊？你能干什么大事？一没文凭，二不是党员，你说你能干什么？就这，我还求了多少关系呢？我没让您求啊，哎，你找点我能干的行不行啊？你能干的啊？你除了会骑那破摩托，还能干什么？反正我不去。你让我去那儿，还不如直接把我送那精神病医院，我那后半辈子就……得，我不跟你废话。我已经替你说了人情，明天一早啊，赶紧上班去啊，不许迟到。不去。你，我心也尽到了，我话也说到了，明天必须去。你把我逼疯吗？你爱去不去。这是你这个月的生活费，下个月你自谋生路去吧。你爱干什么干什么，但是有一条，你要是做了违法乱纪的事儿，你不要说你是谁的儿子，你自己负责。妈，妈，妈，你就给我找点那爷们儿干的事儿行吗？爷们儿干的？嗯，那就回398去吧。回398就回398，怎么了？398大自然呢，我还呼吸新鲜空气呢。那就去吧你。你。那钱再给我多点儿，妈。哥们儿，就这点家当了啊，今儿请你喝个痛快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挣的呀？啊？扭什么扭？拿回去。瞧不起人是吧？不是，上次你请这回我来啊。
别老愁眉苦脸的，啊！你老娘门路广，肯定给你找一合适的工作。可是机关我待不住，你说要我的青春耗在这个昏暗的小屋里，成天对着一堆破卡片，我非得疯了。你小子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人多少人想进机关还进不去呢。照你那意思，把你扔到工厂里，成天守着那破机器，你就能坚持得住？那也悬，就是，要么就开出租车去。我倒想啊，我妈不让，哼，她说那个给咱们家丢人。我说开出租有什么不好，一人一车，哎，还为人民服务呢。哼，开出租车你有长性啊？啊，没一两个月你小姨得烦了。就不能干那种没有创造性的事儿。哎，要这么一说的话，还真有一行适合你。乐什么呀？又想使坏？不是，我就问你，现在哪行最时髦？宇航员，开宇宙飞船，那不来劲是吧？哎呀，我知道，你不就想说你那哥那姐，倒买倒卖？我告诉你。那原来说的那就是二道贩子，哎，是不是？那个这些干部子弟的都在干这个。我告诉你，要不是我爸，我怕他知道的话，我早就开始倒腾这东西。我告诉你，你还别瞧不起干这个的。我哥我姐，还有他们那帮哥们儿，现在成天一见面大谈生意兴，不像原来，一见面就专门谈那打仗事。我爹刚我出来之后，我一直没看那大三考，看了。嗯，那中央有什么新政策？政策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既定方针呢。老邓啊，是个干实事儿的。四个现代化大方向，绝对不会变。我听说南方那边搞了好几个特区，全都是市场经济，计划经济和大锅饭早晚得被打。这老邓的发展经济论就太适合我了呀，我这种人就是应运而生啊。哎，你说身处一个改革谈恋爱了呀？你还知道关心别人呢？我这都快结婚了，你才注意？你什么时候谈的？就结婚了？逗你玩呢。不过也快了，学校对我们这种大龄生是网开一面的。那你别跟我回家了，赶快去找你男朋友。他出差了。他什么人啊？对你好吗？唉，一般人吧。我这辈子好坏，肯定是这么回事儿。真关心他，操心操心你自己吧。你怎么打算呢？我有什么打算？好好学习，多考几门优，毕业分配分好一点呗。笑什么呀？没笑什么。你要是能保持这样的心态，其实蛮好的。反正你们这代人机会比我们多多了。什么机会？无论事业还是感情，你们机会都比我们多。想赚钱吗？废话。谁跟你废话呀？咱俩合伙吧。合什么伙？哥们有路子呀。我哥在省外贸，我姐在香港办事处，都给我介绍好几个港台商人了，都做好几单的生意了。去，你那叫生意啊？你哥你姐倒腾两天买卖，我告诉你就是倒买倒卖。废话，想不想入伙？什么条件？我身上就二十块钱。没条件，咱俩谁跟谁呀？对我好点就行。什么意思？装什么傻呀？
以身相许。跟你闹着玩呢，吴小姐，咱这不谁跟谁呀、啊？是不是？不是，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啊？从小你就口齿不清，是不是？学几年洋文 ，A B C 也认不全，中国话也不会讲了。现在咱省里那些高干子女都做生意呢。就以前高喊反革命造反那帮老红卫兵，都奔资本家去了，很多都成万元户了。怎么这么全？干什么都有，主要是倒腾。就你说那个倒卖倒卖。我说着了吧？啊？怎么？你这天生雷大胆，你干起真格了就怕了？我怕什么呀？主要是你这小屁孩还谈什么做生意，我听着邪性，我不相信。切，你什么时候正眼看过我呀？实话告诉你吧，我呀还真没你聪明，所以我得拽着你呀。你聪明，有两回就上当。我跟着你，我凭什么跟着你呀？啊？告诉你啊，我的忍耐可是有限的。别老惹我，哪天把我惹毛了，我动真格的。东西。哎，明儿个我带你见两个港商吧。港商？港农吧？去，才农民呢。哎，去不去？反正我告诉你了，明天上午十点还在这儿，你到时候听我话。我可跟你说啊。女人事业心不能那么强，多累啊，将来你爱人也不喜欢。谁爱人？忘了忘了忘了，您是立志要当烈女劫富的。青儿，这儿人这么多，咱们挤这辆还等下一趟啊？叶青，听你们学校人说没事，过去了。他怎么样？还好吗？你还关心他呀？我听说你和你们班主任挺铁的，是吧？你母亲到市委找到雷雷父亲，先弄得市委上下都知道雷副市长家有个恶少，成天就知道调戏民女。回家雷雷爸就把他给打了，驱逐出门。原来吧，我真觉得你母亲挺通情达理的。现在我都这么认为，你母亲太厉害了。不可能啊！你母亲为你，什么事都做得出。想恋爱心如止水，要立贞洁牌坊吗？这跟恋不恋爱没有关系，我这样影响他会拖累他的。谁连累谁啊？要不是雷雷，你早就跟韩早就特别幸福了。你怎么知道我会幸福？你是我吗？你要真放不下雷雷就跟他好，那也总比你现在这样。我说我要跟他好了吗？我说了吗？我有这意思吗？你能不能小点声啊？我要不看你神经不太正常的份上，我真不爱管你的事儿啊。你说你今儿还……哎呀，我想回家。哎，你还真想为雷的事儿跟你妈闹啊？我妈做的不对。你又改变不了你妈，你闹有什么用？到时候你们俩又得吵一架，伤不伤感情？你跟那小子反正也没什么可能性，你就甭管他了。他不管怎么说也是个高干子弟，就算他爸不管他，还有他妈呢，他肯定能活得不错，还能再找个漂亮女孩。你看你这个样子，你自己难过，你爸妈难过，你也帮不了雷雷。我真的不能想这事儿，想着我就会心痛。
好，张小姐。陶老板你好，我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雷先生，本是雷副市长的公子。雷先生现在在省机要局任要职，年轻有为，少年得志。两位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话，可以直接跟雷先生联系。雷先生，幸会幸会，幸会幸会。雷老板，陶老板，幸会，坐坐坐，请坐，坐坐坐。立即想去拜访雷副市长，只是苦于没有缘分了。哎，今天见到雷公子也是一样的啊。今后还请雷先生多多关照啊。啊，好。车旧车，谁看谁开吧。德行！你看看，这些年轻人什么都敢干，真是无法无天，冒充高级军官，骗财骗色，连女研究生都上当受骗了。哎，好不容易文革结束了，不说好好学习工作，搞什么鬼名堂了？哎呀，你呀，就别发牢骚了。你不整天都在那儿做报告吗？说什么现在是转型期，出现这些反常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的，咱们自己遵纪守法不就得了？
真是。雷雷那臭小子在哪儿混呢？你还管他死活呀？别说这没用的，他到底在干什么呀？绝不能让他跟社会上这些游手好闲的干部子弟混在一起，混来混去，混不好再混成个骗子。你那是多余操心。我儿子从小跟着我，根子就正，顶多也就是小孩子调皮捣蛋，怎么可能做那些为非作歹、祸国殃民的勾当呢？哎，你要是真关心他，就给他找份稳定的工作，省得他无事生非。你不是用我的名义给他找了三个工作了吗？他哪个干长了？还好意思说呀？那些工作不都没劲吗？什么扫地、打水、擦桌子什么的。你儿子是干那个的料吗？谁不是从基层干起啊？就他特殊啊，依着我就把他送到工厂当工人，只有这样啊，他才知道什么叫生活，懂得怎么样做人。你看省里市里那些人，哪个不把自己的孩子安排得好好的？就你儿子整个一个待业青年。别跟我说这些。得，你当你的清官吧，儿子的事情我不麻烦你，你不要设置障碍就成。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我出去有点事儿，回来晚，晚饭你自己做啊。哎，你是不是惹雷雷啊？哎呀，总算有个新车了，把你稀罕的，折腾快一礼拜了吧？怕花钱？咱们帮你找熟人啊，省委车队我认识好几个师傅呢，技术比你强多了。不懂装懂，瞎折腾。不要带着他，我最烦大老爷们干活，老娘们在边上瞎咋呼。起来。什么新鲜的玩意儿？最近听什么呀？管得着吗？德行，谁爱管你呀？犯什么呢？给我捡起来。捡就捡起来呗，瞎嚷嚷什么呢？碰你什么心肝宝贝儿了？不就个邓丽君吗？现在谁还听邓丽君呀？年轻人都听摇滚乐。猫王你知道吗？迈克尔·杰克逊。巨棒！哎，我巨迷他。回头我给你弄几盘迈克尔·杰克逊的带，怎么样？啊？没兴趣。我还以为你多爷们呢，拿得起放得下。呸！我就是个陷进去出不来的臭男人。白莎莎，我们是合作，我不是你妈子。你再胡说八道就滚蛋，老子不受这个。我说什么了，你就不受这个？你就敢跟我横吧你！你找抽是不是？你抽我一试试！你一男的跟我一女的急，你算什么爷们儿？行，我不跟你急啊！我告诉你，从今往后，你要再提这个，我就不当你是女的，我当你王八蛋。嘿，说什么呢？医院绝对没问题，你学习成绩基本全优，还要有一个劲儿这么负责任，你们俩分配绝对没问题。你不也能留省城吗？别满怀妒忌的话，谁嫉妒你了？说实话，哎，放在你宿舍，下午毕业生开会，怎么没通知啊？
韩老师呢？他最近病危了，他请探亲假了。深明大义，快点吧，两个港农都等急了。反正他们求咱们，咱们等呗。别耍少爷脾气啊，人也不跟咱一家做生意。我还嫌你耍小姐脾气呢。得，顾敏，走。货源是没问题，那就看你们的投机和市场状况了。成，我哥在轻工局，这的商场都归他管，销路是不成。不过有一点，货到付款。啊，好说，好说。不如大家先吃个饭，啊。林先生，不是说还有一位先生要来一起跟我们谈吗？好呀，好呀。哦，林先生，这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的啦。在系工商局做事的啦，很有权的。哎，到了，李子章。哎呦，林老板，你好，你好，辛苦辛苦，太辛苦了，请坐，请坐。哎呦，没了呀？你不是上战场了吗？既然你们都认识啊，我们大家都是朋友，这个是很好啊。哎呀哎呀，将军，你不是国家干部吗？做生意违不违法呀？谁说我做生意了？只不过就是帮助港澳台同胞投资内地，做一些政策上的咨询服务，是不是啊，李老板？张先生的人很好，大家都是朋友。我们一起吃个饭啊，吃饭一起，你吃吧，我有些事。雷先生，来的事没长大啊。你们先聊着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哎，行，我们怎么会跟他做生意？这是一小混混，根本没钱。你们这不瞎胡闹呢吗？张先生，你跟雷雷之间可能有什么过节？我们不感兴趣，他的父亲对我们很有价值，我们很想交这个朋友。哎呀哎呀，啊！哎，做生意嘛，就得心胸宽广，三教九流无所不教才行。过去的事都过去了，不就为个女人吗？滚！你冷静点，动不动就骂人。人张军现在工商局，对咱还是有用处的，你干嘛得罪他呀？你知道他要来，对吗？你约的他，对吗？张军现在姿态挺高的，人家直说不计前嫌，想跟你交个朋友。交个屁朋友！你告诉那王八蛋，我他妈就计前嫌了。我他妈跟狗交往也不跟他交往，知道吗？这是做生意，不是打群架，得容人才能做大事儿，你知道吗？别老劲儿劲儿的，能做成什么呀？哎，老林跟老唐还等着签合同呢，你跟我犯什么浑呢？那王八蛋滚蛋，我就签，不然的话都他妈滚蛋。你当你是老几呀？老林跟老唐还看我的面子呢。跟我这犯什么混呢？哎，你为这么一不着四六的一小混混，你痴情痴恋的，哎，你冤不冤呀？他说老娘事儿，关你个屁事儿！
呦，那么大脾气呢啊！我告诉你，别不知好歹啊，我这不是关心你呢吗？你说你上回那批货是不是我帮你做成的？说你身边这几个纨绔子弟，你说谁靠得住啊？咱们只不过是互相利用，甭跟我这套近乎啊！我跟你可尿不到一个壶里。哎，太对路子了！哎，我就喜欢你这性格，直爽。哎，这儿你说你怎么那么可爱？呸！恶心！你现在有钱有地位了，干嘛不去追你的梦中情人啊？听说还没主呢。我知道你不就想说叶青吗？我知道。当初也就是当学生，年轻幼稚，你拿她当个梦中情人。我现在想起来，那不就是一黄毛丫头吗？有女人味儿，你说的。什么女人味儿不女人味儿的？流氓兮兮。哎，大嫂，晚上我请跳舞吧，来贴面。贴你个大头鬼！韩老师，叶青，坐吧。好长时间都没回来了，屋子里有点乱。没水了，我去打点水。不用了，客气什么呀？我又不是什么客人。你父亲得是什么病啊？肝硬化。试试中医吧，我听我爸讲，中医治肝病还是挺有效的。咨询了几个老中医，包括你父亲，现在正吃药呢。你也别太难过了，现在医学那么发达，肯定会有办法的。你自己又是大夫，你爸肯定没事儿，啊？你可是我们班的顶梁柱，你要是垮了，我们可真没有主心骨了。放心吧，我没事。药了，我爸常年生病，都是我帮他去买的，药店那些。够意思啊！又给我带什么了？带点吃的呀，喝的呀。谢谢了啊。你真行啊，读几年大学读的一点默契都没有。我要改追你给我班上。哎，林子。我听莎莎说你又欺负他了，我欺负得着吗？不是，人家姑娘那心思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你要不喜欢人家，你就趁早跟人说清楚，别耽误人黄花大闺女，啊？我怎么没说清楚了？骂他，赶他，我就差踹他屁股了，有用吗？我照样粘着你，你说我怎么办？雷子，我就不明白了。是，莎莎啊，小的时候是长得有点磕碜，但是现在人家也是女大十八变，越变越好看啊。我跟你说，
现在好多富家子弟都追求他了。甭拿我打岔，你要喜欢你自己上去。我看他就跟看你一样，没感觉。我从来没觉得她是个女的。你别胡说。哎呀，莎莎看不上，是不是还想着朱丽叶呢？啊？说什么呢？哎，不是，你跟我都不说实话了是吗？你还有说实话的时候？你古人云，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去巫山不是云。我心早死了。跟我玩假文臭酸似的啊。我跟你说，你要真喜欢人，你去追啊。啊，他不还在医学院吗？也没听说跟谁结婚了。我答应过他，不去找。不是，这个诚信呢，也得分人分事儿。又没让你当狗腿子，当汉奸。我找过他，没找着。他们同学说，去实习不住宿舍。见过他一次，他现在过得并不好。雷子，说实话，一开始我挺烦你们俩在一块儿的，因为他跟咱们不是一路人。可是我发现，你们经历那么多事儿，那么不容易。那么不容易，雷子，找他去吧。他跟别人跑了，这辈子你肠子得悔绿。我找找啊。韩阳通电话了，韩阳还一个劲儿的谢你呢，这孩子真客气，跟咱们那么熟了还那么见外。哎，青青啊，韩阳的家不在市里，碰上那么大的事儿，他心理压力一定挺大的。你爸说呀，这个礼拜天让他到家里来坐坐。来就来呗，又不是第一次来，干嘛还特意跟我说一下？什么特意不特意的，我这不是跟你聊天吗？青青啊，你跟妈说心里话，你是不是真的看不上韩阳啊？要真那样，妈妈也就死了这条心。让你爸告诉韩阳，赶紧找个人结婚过日子，人家也老大不小的了，咱不能老耽误人家啊。妈，你这不是自作多情吗？人家韩阳是在等我吗？那么关心他，收他当干儿子算什么心头草？你以为不是啊？妈妈还没老糊涂呢，什么事情看得清清楚楚的。韩阳是个人品难得的孩子，他什么事儿都替别人着想，
他是怕你不舒服，他把感情深深的埋在心里。妈，别说了。妈，明天我先陪韩阳去买药，买完了我让他来我们家。他最近心情那么低落，是该有人开导开导他了。这我要的，我理完给你。这。这儿，对，写这儿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。我的情也真，我的爱也真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我的情月亮代表我的心。